我叫潘婉菲，今年16岁，许多人看到我都想入非非。妈，我回来了。现在都几点了，到哪去撒野了？我还有妈问你，这是什么啊？妈，那个我，我的比基尼怎么在你那？年纪轻轻就喜欢这种害臊的洋玩意儿，我们潘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妈，我也想像洋人一样独立自由开放。放肆，给我蹲着。别气了，我叫你半蹲听好。你要是敢低说半句，我就让你从今以后吃不到瓜子跟花生。年轻不是只有追求外在事物，要摇摆，你要学习到真正的文化精髓。没错，充实内在涵养，语言就是最好与国际接轨的工具。而学习英语最好的途径就是 Amazing Talker。Amazing Talker 一对一线上多语言家教平台，活动期间全站最低6.8折。每日抽 MacBook Pro、iPhone 13 Pro 后头奖，竟然还有特斯拉 Model 3。菲菲，要不要来我家看猫啊？不了，世良，其实我并不喜欢猫。Hi， 菲菲 ，Are you ready to see my cat？ Of course I'm ready. Who doesn't love cats？ 台港最大一对一外语家教 ，Amazing Talker。